哎，事实上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成为敌对了。不是 ，Love and Peace。当然，但 Love and Peace， 但是可是我们今天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战队。对。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选最棒、最棒、最优秀的，我们是一个阵线的。但从今天以后，我们要开始对战。请慎重思考后做出你们的选择。他怎么也上去？陈丽姐又上去了。他想上去，他肯定是面向我的。这个歌唱出来就不是你的词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真的很有信心。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。我还真的挺担心的。哎，等会儿我想问一下，我也可以上去对不对？试一下也没错。你知道我是最爱你，那可不一定。我一定比你爱他。那怎么比呢？我在这里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上去的？你明明在下面不是吗？这条是你的，先放我这，我帮你保管。也有可能在我这里了。吵死了，吵死了。你喜欢他吗？我超喜欢。真假？真的。你不会要跟我抢？就是这个是我的哦。现在你还要等小雨对不对？我希望小雨选我。小雨拿下，拿下。如果他选择了陈丽姐怎么办？就很有可能。我就气在，我就气在。